联合创作的。那在20几年前，他们就把这首歌写好了。那一直到现在呢，嘎查巴拉部落呢，都会在我们的祭典的时候传唱这首歌谣。所以这首歌已经也变成我们部落先生的一个歌曲了。那歌词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大家有缘哦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那在我们卑南族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举办年祭，这时候与会的族人都会回到部落里，大家团聚在一起啊。那在我们的广场里面，大家唱着祖先留下的歌，还有我们祖先留下的舞蹈。那很高兴的团聚在一起，所以就象征那种再下去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有缘哦，可以在这边大家相聚在一起。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时刻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这短短的时间，好吗？好，非常不甘愿啊，没关系啊，哎，表示看看。好，送给大家这首《再相聚》，谢谢。阿弥陀，阿弥陀。
相当相当重要的哈。那我们在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，叫做《工作歌》。那歌词的意思呢，在说我们部落的女孩子会去采些野菜，然后来分享给我们部落的男生。那男孩子呢，就会去抓一些鱼，野溪哈，抓一些鱼，然后来回馈给部落的女子。那另外呢，我们部落的族人也会去他们打猎，来分享给部落的老人家以及我们的族民。所以这个分享的概念一直在许多的原住民文化里。哦，不断的流传着，那至今也是一样的哈、哦。所以我们来到这里，就是要分享给我们的音乐呢，分享给大家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叫做啊。那我们就带来下一首，叫做《工作歌》，谢谢。
谢谢大家的掌声，应该没有人睡着吧？哎，这边的天气也很难睡哈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歌曲呢，可能会比较活泼一点哈、哦。对，稍微有过动的麻烦克制一下啊、哦。因为后面有一个摇滚区，待会要请你们帮忙。等下你们到这里来哦。OK。那我们原住民的歌曲就是这样，很容易会随着那个音乐的节奏去摇摆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真的克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没有关系，你甚至可以站起来跳舞，我们也非常欢迎哈、哦。原住民就是这样子，很喜欢大家热闹在一起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那古的辣，我的故乡。那前面呢会用我们编的什么鼓调来当做前段，后面呢就会。用我们这个刚好听到洪平南老师，我们的周瑜老师所创作的歌曲。那歌词的意思呢，主要在讲说，我们嘎查阿干部落呢是一个背山面海的地方，那有非常名望的头目，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团结。重点来了，他说呢，这个部落呢，女生呢都长得非常的漂亮。男生都长得非常的帅、yeah. 但是不包括我瑕疵品啊，对，我是瑕疵品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到我们嘎查阿干一起来玩、哦、我们非常欢迎你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南古的歌》，我的故乡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我们差不多表演的总共目前为止，我们成团到现在，我们出去表演这次是第二场而已。但是我发现你们真的哎潜力无穷啊，很棒很棒，非常棒的一个听众。